秘书你好，你好。对啊，你把盖小个酱料四喜酱料厚掉，真歹势。哪里还漏掉好多了？你这个做菜的节目也是哦，一把照呢。对啊，迄刚讲的哈，你跟美凤有约一下，是特别来宾来讲物件嘛。然后记得吗？我们那天还在谈什么？谈金钟。对对对，还在闲聊，你说对呀、啊，有一点压力耶，对呀、啊，这么大的场面，但是一刚播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超懂啊，这么多众星云集美女，这不都是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那套中国式的这个打扮，改良式的旗袍，毫不逊色。哎，这个都是小哥，哎、落落大方，都夏丽啊。一刚他给我一个建议，他说其实你穿旗袍很好看，一刚哈、哦、旗袍可以派得上用场，我就把它穿了 open 的时候。哎呀，是是是，嗯、谢谢你的。哪里哪里，这个是大概你自己都没注意到，因为秀场的期间，我常常在台下看表演。哇，刚刚你也是在穿旗袍，你看刚买修老款，不都是爱你这款的葫芦腰叫花朵。哈、哦，哦，真的，你那个腰身还得了啊！哎，这个是在性感女神的那个时候，不敢当了。讲起来，这是爱爱搞妈妈睡多下。哎，今天我在当大人的时阵吼，我妈妈拢带我去做一款的喔，一款砍棒虾喔。哦，奶罩束缚不？哦，我咧绑个呀咧，哎呦，雕塑起来。对对对，我发育的时候读国中都是穿那个长大的。哦，龟白另外一款。丢啊，嘿，是不是？现在我看你这个工作这样的蓬勃，这么的忙碌啊，啊，一礼拜差不多有偌侪时间拢咧扛过。一礼拜差不多三天到四天。哦，三四天的时间嘛，那透早起来差不多中昼以前就要起床了。对，就要保持精神抖擞。哦，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目前来讲是很幸福了，因为拍八点档的时候，哦就很辛苦，哎，这个早班接晚班，早班接晚班那里哈，没眠没力，然后直接晚班接的早班出去，我常常在路上的时候是我的助理淑美开车，我在睡觉。你知道吗？到了现场的时候，等他们摆机器的时候，我还在睡，我就开始做梦，梦见说人家说美凤姐收工了，收工，哦，我中华演员，我两搞有个亲家，我美凤姐，我说啊收工不是开工了，哎呦，那个落差很大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只有做做综艺节目，我就觉得哎呀，有自己一点时间哦。哇，很厚的，我真的很满足，很满足。哎呀，而且是最厉害的，怎么是公安的跑道多，而且你每一样都相当成功呢。你看你的戏曲。啊，戏剧啊，还有个做菜节目，哎呦，温导演电影东西你介绍的，是什么榜？什么广告？很多上广告上请到你，安心了一半，你有说服力吗？你这两个也在讲，其实你在演艺的路线上啊，口吻方面都并不夸张，所以说刚刚讲实在啊，介绍什么产品的，啊，跟他抢了你的成功一半呢。这点我咱两个说赶快，咱讲代志还是讲为做人，咱拢无介夸大，是是啦，咱两个。对吧？啊，你连话餐了，对啊，是啊，讲话就要讲安尼。因为这个查甫人哦，其实他是蛮家居的一个男人，无什么社交，他的工作就是他的娱乐，他的全部。哦，他不工作也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工作环境很重要，对于来讲，对吧？啊，你有那个，我也准备去刺青一下。那我刺的是，今麦真流行。我刺青是美凤万岁啊！说了说了说了，还要替你带来歌曲哦，阿个唱歌，这首歌今日将拄好个你金头嘛金钟奖的时阵，然后是拿来用 ending 的一个结尾的一个片尾曲，哦，期待再相会。我对这首歌嘛，将我尴尬。啊，这首歌为什么收的哦？因为这首歌是陈英姐收唱的，然后她在唱这个闽南古歌的时候，迄阵嘛伊嘛。面临很多事情，嘿，所以你唱这歌嘛加凄凉，唱这歌听拢去给乌陪。哦，对对对，可是感觉非常好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是是，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秀场中他有一段情感碰到一个触礁，对吧？对啊对啊，好像是啊潘健的爱情是吧？哦，所以他每次唱那个歌再会再会。对啊对啊。公主来插花了一下。哎呀，好啊！哎呀，发现你的声音蛮低的嘞哈。低管好啊，哎呀，老师，我跟我画的管不会读啊，那个吊管。我太高怕你。哦，那吹你讲，我听你唱歌啊，就这么近距离，发现就是像你讲，用感情唱，不一定是说唱的要多么好。哦，技巧功爱安暖安暖。哦，你唱歌那安管那春节那哈，那感觉。哎呀，讲安管那我就出惊，我那搬戏你哭的时阵，安管那叫卖。啊，干咩？俺跟他见到这个谱哎，然后一哭的时候，哇，都很丑。可是又有制作人说，安尼较自然。较自然。那我老公靠到就爱做水哎，嗯，对哦。你算是
靠到剩真水啊啦。跟着剧情走嘛。嗯。啊、不过呢，拍戏虽然是有的时候比较悲啊，会影响一点情绪。不过哈，书底下我们常常会讲笑话、啊，开玩笑，好玩啊。是是像我就记得我们曾经在后台就讲了一个笑话了哈。公公五级嘞，就是有一次我去出外景嘛，然后我就讲给他们听了、啊。很难得你讲笑话。对呀、啊，我好大胆在你面前讲笑话。哎、就算你听过，你也假装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要假装。这后下住我呢，太惊了。去出外景啦，阿公去外景，讲一个庙，去个这个山顶的吼，啊，内面住一挂和尚，伊拢有只拜佛啦，然后还种一些茶啦。听讲因遐茶拢真有名，真正拢去遐啉遐泡遐茶。啊，啥拢有名嘞？因遐茶吼收成之后，他们会把那个茶叶放在女人的胸前，光因为这样泡起来有乳香味。乳香味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去喝那个茶。你们说分几岁才能放？无嘞，没有哈，只要有一点胸部就可以。啊吼，啊现啊真侪查甫拢去遐拜拜，然后就爱回乡拢真好啦，都请因啉茶，但是他就是不卖啦。哎呀，啊有人说，哎呦，啊你嘛卖阮一怪，讲无要卖啦。伊讲啊，我着足想要啉的，伊讲啊无安尼啦，恁若足想要啉的吼。好啦，你如果吼无安尼啦，做一下善事啦，你就阮这个庙的吼，比如讲拜拜佛啦，啊，加再种这茶吼，你发到来想做一首歌，想成一首歌。哦，哎呦，这还蛮深的嘞。对啊，想成一首歌的话呢，安尼有表示讲吼，有这生意，啊，我茶票互你啉钱，你拢免钱啊，那个对。哇，一群人伫遐想，哎，那有啥物歌要用这个拜佛啊，加这茶安尼？哦，想外久，结果一个太太讲，想到，哎呦，我知我会晓，有一首歌吼，加你讲这佛加这茶拢有关系呢。我唱你大家听看麦，我即卖唱哈。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，蝴蝶蝴蝶生。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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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可以吗？好。蝴蝶蝴蝶，对呀对呀。不错哎。哎，是进你主人的球呢。真的吗？哎，很有意思嘞，这个笑话。你没听过吗？哎呀，我没有听过啊。我都觉得你们笑话都好高雅。好我刚刚我也是吐个假病，是吧？我老公有迄乳香。我也提供。要脑筋急转弯一下，好不好？脑筋急转弯，那不好笑，你也假装笑一下哈。先自文姐哈。啊好，先自文姐。哎，医生跟小英讲说，哎，小英啊，你就看开一点吧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个？医生跟小英说：“你就看开一点。”你就看开一点。老师。啊，都在我来请教老师。老师说：“小英是不是有了绝症？”我说：“不对了。”后来又问何英小姐说：“小英她妈蛮聪明，她说小英近视眼。”啊，我说：“哎，那我说也错，也不对呀。”哎，小英，你就看开一点吧。啊，那行不啊？蝴蝶，蝴蝶。哎，我看，哎，加刚刚的就扣掉了，但是大家也会感觉到说，这急转弯绝不可能很简单的嘛。看开一点，医生就说，小英你就看开一点嘛。小英说，我会看开一点的。斗鸡眼呢？好，我会看开一点的。哦，这个近视有一点像哦。当然也要聊一些感性的。哎，有一次我觉得这个，有一次看到这个梅凤一个。当然是那个消息是说，好像是那个时候是养父过世哈 啊，但是我们聊天并不用很悲情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很坚强，而且觉得说这是个人生的过程嘛哈，哎呀，看你这个，听说你这个稀里哗啦的啊，相当的激动哈，而且就我刚讲了呢，那就从里面就看到这个报道里就是说，哎，主持人恭喜啊，这个给人家领养的，对。七个娃娃就好人啊，七个娃娃就好人啊，你哈，哇，那就生父母反而觉得啊，就无菜呢，一个病情怎啊上好别人呢？你两只嘛唔知呀，你两只嘛知，我妈妈生我了身体不好，哎，好人了也是同乡啦，就给我这个养父母啊嘞，他们也对我很好，对你很好，只不过是这个环境也不是很好啦，所以但是也嘛是。也要吃一些苦啊，哎，就常常我小学六年级读五所学校，哦，搬来搬去，搬来搬去，嘿，后来开始我就去秀场作秀，我就给我爸买了第一栋房子，哎呦，吼，伊哩家人走路拢真有风，
哎呦，真欢喜！阿伯讲，阿天早间做冰心白衣湾奈东哥，你讲租出，然后给他买房子。可是我觉得秀场给我很，在我这一生当中，秀场对我来讲很重要。而且在那段时间也常碰到你，啊、对对对，你也是一个公务人员一样。好、哦，那种岁月，我们赶场的时代里啊，每次这个秀场里的这个组合一定要有这个美女秀、啊，你都是常常敲档期还敲不到，分身乏术啊。因为那个时候 啊，大家都是很白，只有我一个比较黑，因为我白不过人家嘛，特别有健康的感觉。嗯、对。然后那时候我都穿两截的露肚脐，在那个时候不太被接受。哎呀！我请问几位，你去看看看因的照啊？哎呀！为什么？你干嘛无面子啊？那也叫波秀呢？哎呀、喔！要说你的身材，我看现在的明星来讲，可能李玟可以跟你。哎呀，我老公生不逢时啊，不然那有 Coco。我讲你那个小蛮腰还得了，尤其在那种拉丁跟那种夏威夷式的表演，舞裙把你衬托出来。全身挂满了花环，哎呀，还不是刚刚牛白的，他吐个平啊平啊平啊，吃牛排。不过那个时候做秀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，啊不，那有法度。马斯利是白咖，人家腿卡腿就碎的啊。罗碧玲又很大胆，每次都摸诸葛亮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敢，我们只要欧噜噜跟人家假耶耶耶耶耶，哎，这我也不错啊，我也赚了不少钱啊，至少可以买房子给我爸。所以我们是属于那种四字头的哦，就是说四字头，你不是哦？哦，我们就刚好在过去的一些我们有新的东西，我们也接受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最优秀。哎呀，这陈美凤很有意思哎，四字头假巨人啊，家己也讲四字头。啊、哦，最主要是有自信啊，对啊，四字头，我无讲了嘛，就是我就你讲的。到赌场，人家还把你拦住了，就要看你身份证。啊、真的。真的，就还说有没有父母带你来啊？我呀。国际，不到这个成熟年龄，不到十八岁才不能进去。都把用砸了呀？不啦不啦，阿多啊给你砸了呀？今晚不啦。不过讲到阿多啊，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很黑的时候，我去夏威夷玩，哎呀，真的外国人都在追我，真的。好是不是贵多点？那么欧郎。这是终身大事，你看到没有？到现在来讲啊，宇文哥，刚我这么怕什么了？你真好胆，问我还没嫁的代志。哎呦，我都讲你还没娶。我跟你讲吼，像我嘛足惊问啊，讲啊你啊无要怕算，啊无要迄个人拢来访问我。哎，不过我是觉得吼，起码这个一个阶段呢，我人家你二十几岁时候，我很想结婚，有这个冲动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啊，不过不定性啦，迄个无嫁后，嫁可能会离婚。哦，对对。啊，起码是，反而是觉得。日子过得快乐就好，不一定说一定就要丢。是是是，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多年一直追求你的一位男性啊，这个在影剧圈里工作。但我知道美凤呢，因为自己以前有谈过恋爱的经验嘛，反而把这段情感，我知道你们都一直还是都是吃饭啊，一直都很高雅的在，比如说啊琴棋书画当中啦，事业上的互相辅助啦，谈天你们都是这样非常清淡的，据我了解。所以他跟我讲私下说，你不要以为美凤好像跟我距离已经很近，其实没有，我还在追她的阶段。这一点让人家觉得好棒啊，你掌控得这么好，就是一直希望说渐进的多了解以后才来谈未来。这很重要，不容易耶。结婚不谈，为了要结婚，然后就结婚了。所以常常看到头上会冒烟嘛。所以我你话那心肝假浓毒啊。啊，一直跟他假崩呐，哈，啊那样看看电影啊，啊这个是或是事业上互相切磋意见啊呢。安尼较好。安尼较好。嘿，安尼做代志做。慢慢你就也有压力啦。啊，慢慢你有压力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会不会说我这样子事业又这么忙碌，会不会慢慢把他的光阴也蹉跎掉了？哦，所以这个大家都成熟的人，就关代志都要首先讲好，首先讲好，哎，事先都讲了。我怕我耽误到对方，对方也怕耽误到我。那如果怎么样怎么样？也不怕，大家等久一点没关系，但是一定要等到，愿意等就等，不能等我们也不能勉强。那天我收到他的帖子，我也是祝福他啊，那哪会是这样呢？对吧？我礼金没包太多啊。
哎，是是，这个事情，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尤其最近的赵咖来对你这个节目啊，做吃这么有心得啊，你好，改明个我有机会我也来上上你的节目。欢迎呢。这是只会煎蛋呢。可是你很会吃啊，也蛮会吃的，对啊，又懂得吃。既然这么简单，我就会做些比较有含义的东西。哎，好啊，好好好，我帮我准备材料很简单了，来，一条海参，然后海参，两个贡丸就好了，再铺一点法菜这样子哈。哎，这也算，哎，那公开在了，福德福德。我要我这个菜都丢，哎，观众把那酒都叫上，哎，你们看秀歪啊，这个，哎，这都是很好的材料。哎，今天要说了一口好菜。哦，说的一口好菜。真的。